在上岛之前，各位需要将通讯设备，诸如手机、无线电等物品留在船上。我猜各位肯定想问，没有通讯设备该如何和同伴联络？遇到紧急状况又该怎么求救？各位放心，本次荒岛寻宝活动可不会让各位签生死状。我们会给每个参与者发放一个手表型终端。这个手表型终端不但能调出诺斯塔岛的地图充当联络器，还可以定位各位在岛上的位置。只要有需要，各位可以随时通过终端和船上的总台联络，工作人员会在最短时间内赶到。总台也会实时监测参与者的位置，确保各位的人身安全以及活动的公平公正。活动的最后，所有累积够指定数量活动金币的参与者都可获得合印娱乐赠送的 24K 纯金纪念章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更何况，这里的利益还不只是寻宝活动的奖金。道理虽如此，可总有人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。而且，这座岛还有个更加真实可信的宝藏消息。你是指黄金大劫案吧？你们两个所谓的来岛上有事，不会都与这个案子有关吧？